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你不用脚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晕了。快点吗？快点。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孔真。哎呦。你把护士吓得别打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我，稍等我，我先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闭上眼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慢着慢着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哎呦喂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千万不要跑，我的娘哎！你把他肩膀这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，别动呀，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你准备再抓他了？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哎、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！不好意思，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金针不疼。好，哎呀，金针不疼，哎呀。哎呦，你昨天讲过来，来，快点。我最烦你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这边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3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你做放疗来吧。你只能妈做妈带不来，带你做放疗了，妈四年了。哎呦，你喂，哎呦，压力烦你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讲。我走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现在